好，欢迎呢回到这场官办热身赛。那当然相对的在发挥合约，而且又是大幅的加薪了。林晨飞代打之后上场守备，一上来就反观在中信兄弟这边呢捕手的这个位置啊，打击呢是全面，应该也是要蛮稳定的。那还有就是在跑过，你刚刚不是说这个是基本的打击能不能够发挥球啊？但是是直球进来。再对比林博岳东华，这是一个好。这一球助棒打击出去，不过呢杨代军自己接球之后踩垒包。